生肖羊，属羊的人生性温和，心思细密，心态良好，真诚善良，无论在哪都能获得很好的人缘，所以比一般人早成功。3月30号开始运势大旺，财运亨通，横财说来就来1000万，观音送子，喜事成双，福禄双全，各个方面运势和发展都开始变得顺利无比，还有意外之财常降临家门，顺利赚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，逆袭成为大财主。属龙的人，他们天生拥有机敏的头脑，并且善于理财。3月30号喜鹊门前叫，横财来贵人到，大奖连中，想不富都难，好运不断，赚钱多多，还能守住金钱财富。如果做事情不拘小节，对待朋友更是掏心掏肺，将有机会在职场担当重任，还能凭借三把火开辟新领域。属猴的人今年很忙，而且属猴的人今年也是非常的烦，遇到的破事非常多。3月30号走狗屎运，横财发800万，事业攀升，升职加薪，大富特富，属猴的人会彻底转运，从此运气慢慢好起来，很快就能大发一笔。而且属猴的人在事业上也会有很大的进步，从此不用再担心工作的问题。生肖蛇，属蛇的人精明能干，脑筋十分灵活，遇到问题懂得灵活变通，智商颇高。恭喜生肖蛇财帛宫有吉华贵人和天华贵人相助，3月30号开始财运大翻身，横财追助跑，再穷也能富，他们在狗年事业发展顺利，得到领导贵人重用，赚得钵满盆满。若是做生意的人，在合作方面节节报喜，财神爷环绕身边，轻松盈利。如果凡事追求尽善尽美，苦尽甘来就不远了，福缘好运不间断，大富特富。生肖鼠，属鼠的人聪明无能，天资聪慧，才调出众，德才兼备，很有经商的脑筋，这辈子必成事业，做老板。3月30号喜鹊报喜，财神来送财，贵人登门，升职加薪，好事连连，数钱到手软，有望完美成功逆袭。生肖猪，属猪的人为人坦率，心胸宽广，而且特别的幽默风趣，招人喜欢。3月30号到月底喜的横财，喜得大奖，喜得真爱，喜得贵子，富贵多金，好运不断，属猪人会有最大机会发财发运，因为财源多多，属猪人只需要发他个几笔就能衣食无忧了，家庭生活会越来越好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个性努力，能力也十分的突出，再加上强大的开拓能力，事业会越来越好。今年属牛人虽然有很大的压力，但是通过努力还是会取得不错的成绩。3月30号喜事临门，横财如雨下，接住富贵20年，属牛人有印星相助，能力会快速的提升，明年更是有财星入命宫，事业上开始时来转运，整体运势加旺，工作更加的顺利，未来定会财源丰厚，收入大增。生肖蛇，属蛇的人头脑灵活，应变能力强，30号横财旺，偏财加，赚横财中大奖，数钱上瘾，赚钱手抽筋，个人运势彻底旺盛起来，还会遇到一些不错的机会。他们的人格魅力越来越强，会吸引异性的目光，拥有美满的婚姻，大吉大利，一生财帛不缺，爱情事业双丰收。生肖兔，生肖属兔的朋友30号横财旺，偏财加，赚横财中大奖，数钱上瘾，赚钱手抽筋，日子处于严峻的情况，郁郁不得志，事事不顺心，穷得叮当响，运势难开。不过好在明年三番五次中奖，聚积家财万贯，个人的存款增加了不少，富得流油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自身条件很优秀，而且他们勤劳刻苦，对待工作很上心，兢兢业业，
所以他们不管到哪个公司都很受重视。30日运势稳定上涨，横财不断，钞票赚得剁成山，大富特富，属牛人的运势将蹭蹭蹭直线上涨，事业畅通无阻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来，成功当上了大老板，权钱接在手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能收获一大笔意外之财，一个月下来就能成为人生大赢家。生肖马，30日运势稳定上涨，横财不断，钞票赚得剁成山，大富特富，只要抓住良机必能有所作为。属马人适合向外发展，或者可以争取出差机会，都将会特别顺利。生意者适合外出与人洽谈，容易遇到出人意料的大单，收获颇丰。工作者事业发展顺利，创意新颖，才能凸显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生肖猪，属猪的朋友心态乐观，面带福相，总有用不完的好运气。他们下半年的心态很不错，破财之灾已经彻底消失，3月30日开始横财一笔接一笔，数钱数到手软，必大富大贵，生肖猪财运爆棚，家族马力往上冲，福禄财三福齐到，个别朋友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春风得意。小运播报，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，农历闰二月初九。特级生肖猪、马、狗，次级生肖虎、鼠、鸡，今日带衰，龙、蛇、猴。喜神方位西南方，财神方位西南方，宜结婚、订婚、解除、置业、纳财、开光、祈福、求嗣、破土、祈攒、忌搬家、出行、宴会、开业、交易、签约、拜见、动土、兴造、装修。幸运数字07，幸运颜色咖色、红色、棕色。遗害猪，偏财主事，禄和吉星入命，属猪人有众多吉星守护的好日子，各种好事纷纷到来，幸运连连，责任感超强，工作事半功倍。偏财大旺，会有不少意想不到的钱财入账，钱包鼓鼓，充满惊喜的一天。二五马，劫财主事，三合吉星入命，属马人今天思维活跃，精力充沛，保持住奋发向上的精神，是你表现的大好时机，而且贵人运强劲，赶快行动起来吧，容易得到领导的器重。心情这么好，适合与家人朋友一起聚会，开心交流之余让你收获颇多。三戌狗，偏印主事，三合吉星入命，属狗人心情舒畅，诸事顺心如意，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使业绩出色，而且越是有难度的工作越能激发你的兴趣，在大家面前大放异彩。今天也适合去钓鱼，享受喜悦刺激时，也能培养耐性。四寅虎，食神主事，属虎人精力充沛的一天，有机会表现自己，容易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，而且休闲娱乐时间较多，可安排聚会活动，或许还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奇遇哦。不过玩得再嗨，也要记得早点回家，以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。五子鼠，正财主事，属鼠人今天学习能力增强，表现可圈可点，贵人运强劲，有人助你一臂之力，取得极佳效果，成就感十足。财运旺旺，正财收入多多，也是投资理财的好时机，有望大获丰收。六酉鸡，正官主事，属鸡人平平稳稳的一天，不会有突发状况出现，精力充沛，干劲十足，工作容易轻轻松松完成，效率颇高。